Hello， 大家晚安，给大家一点时间进来。Hello， 有进来的记得要跟我打招呼，我才会知道你们来了哟。你刚好看到镜子后面自己有点害羞，还好。对 ，Hello， 好害羞，我拉一下。今天会不会穿得太性感？大家陆陆续续进来哦，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什么呢？夏天到了，应该很多人迫不及待要去海边戏水，那当然就需要所谓的战斗服，也就是很厉害的泳装，又或者是就算不要很厉害，但是每个女生都有展现自信美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挑呢，才可以帮自己的身材加分，或是修饰你不想被看到的部分？今天我们都会聊。嗨，秀秀，嗨，玉琪。还有谁进来的记得都要先跟我打招呼，我才会知道你们来咯。声音听起来应该还算清楚吧，对不对？哦，秀秀说吃饱没有？还没耶，为了你们，对不对？好，莹莹晚安。今天真的是所有女性朋友都需要看之外，如果有男性朋友想要帮女朋友挑礼物啊，又或者是想要帮老婆买泳装的话，那今天真的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嗨 Raymond，还有谁吗？让大家陆续进来，进来都打招呼，好不好？赶快，月农也晚安。好，趁着大家进来的时候，我再重新讲一下我们的主题。欢迎亚伯拉罕同学，好。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就是要带大家来聊泳装，因为夏天到了，我想以男性朋友来说，应该夏天是个很幸福的季节，对不对？因为如果去海边啊或泳池边，眼睛也可以吃一点冰淇淋。那但是对于女生来说，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要怎么样露出我们觉得很自信的地方，而且重点是还可以修饰我们的身形。所以一件好的泳装，它不只是材质要好，然后剪裁要好，那重点是当然它还有一些特殊的设计，还有一些流行时尚怎么搭配，在今天呢，我们都要跟大家好好来分享哦。哦，一群传说中的事业线，这样子事业会不会好一点呢？对，赚钱很重要，大家都知道赚小葵的那个学费啊。对，好，然后静龙晚安。好，那记得呢，好，我们今天要玉琪，哦，玉琪来了。好，提醒大家看悠然直播是有好康的，今天我们的直播一样是有送礼物，所以呢最基本要做些什么事情，首先进来当然要对我直播按赞嘛，对，还要在悠然粉丝团按赞。如果你怕那个直播当下会lag，你可以现在先不要在我这边按赞没关系，但是粉丝团按赞要，还有在我们今天的大来宾 Wait 的粉丝团也要按赞，另外分享直播好不好？赶快先分享直播，然后待会呢回答我们的问题的话，我们一样呢就是有包括有直播的限定好礼，还有一周活动好礼要送给大家，所以记得一定要按赞加分享，好不好？嗨，永贵也来了。哦，永贵说今天很热，是啦，今天不是三十好几度吗？对不对？好，那首先呢，我们今天要邀请到来帮我们好好介绍的达人，我们来邀请到是 Wait 的 Sandy， 欢迎 Sandy。嗨，大家好，我是 Sandy。你看多么热，热到都已经晚上了，还在戴小帽，光有点强，戴个帽。对，这一杯是你的还是我的？是给你的。哦，怎么这么贴心？这一杯是什么？这边是某位的粉红香槟，就是只要到 Wait 试穿泳装的话，大家都可以有一杯的香槟。所以也就是说，还没有买泳装，只要进来，没错，我们就有一个迎宾的某位的熊的香槟。没错，就坐在东区的店里面吹冷气喝香槟。怎么这么好？所以要试穿才有。对，试穿。那我们男性朋友说怎么办？他要试穿吗？带女生来，带女生来就可以了。带女生来是哦，带女朋友来，带老婆来，他们试穿，你也可以喝香槟，对不对？好，嗨，兔兔，晚安。我来喝看看。好，女生都还蛮喜欢这一款香槟的，好喝好喝，而且摩耶的熊就是香槟本来就很有名。对，好。渊农说去海滩帮小葵做沙雕，会之后会带他去海边玩。好，那我们今天呢，来，我们先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先放旁边好，因为我们今天实在要介绍太多太多的东西了。好，首先呢，悠然今天呢来到的是 Wait 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呢？它其实是来自美国加州一个精品泳装品牌，所以包括很多明星啊、艺人、名媛都非常喜欢。对，那你可以简单跟我们讲一下，因为可能台湾朋友对于这个国外来的品牌还不是那么熟悉，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Wait？ 它的特色是什么？Wait 它其实是来自美国加州的品牌，然后我们的设计师的话也是在美国这边。那它以前其实是做像女生的晚宴服，对，礼服的那一种感觉，所以它在泳装的设计上，它会加入很多礼服的一些设计。
例如说在胸口，它可能会点缀很多小的珠饰，然后或是在袖口的地方会做的像晚宴服，它有那种比较浪漫蕾丝的感觉。哦，这待会都会拿出来跟大家介绍，因为其实大部分泳装大家可能觉得说好像就分连身跟比基尼两种，但其实没有，现在其实很多设计蛮特别的，就像 Sandy 刚刚说的，现在 Waves 的泳装它最大特色就是结合礼服的设计。所以除了让你可以穿去泳池边，然后穿去海边之外，重点是你晚上要跑趴的时候，你可以像我，对，可能加一个罩衫，然后加一个什么样配件，你可以直接去跑趴了，对不对？泳装型的礼服，好。然后哦，玉琪说今天晚上精心打扮，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这一身？好啊，这是我们今年的新品，然后这个系列的话，它是比较度假风的感觉。所以其实我其实老实说。我跟你说，昨天有人呛瞎我说我不可能穿泳装。我告诉你，我里面这一件内搭就是他们家的泳装，好不好？他今天看，其实就是他们家泳装。然后，而且他这一件有一个设计，它其实是旁边是挖腰，挖腰的，对。但是刚好被我遮起来了，修饰的好，看遮起来了，对不对？然后这件罩衫的话也是你们家，这件连身短裤，对，它是连身裤系列。然后它这边的话是做像喇叭袖的感觉。所以它可以修饰，然后而且你在夏天啊，你在泳池边活动的时候，都会有这种飘飘的感觉。对啊，其实你看，所以就是说他们家真的不是单单只是泳装而已，他把它当做我们很时尚的穿搭在设计。对，所以包括这些单品啊，都很适合一起戴，就对了。好，那我们可不可以讲一下，就你刚刚说位置有个很大特色，就在设计剪裁上面，它其实会像礼服。对。所以那今年呢，因为其实刚好之前大家应该有看到悦然 PO 跟天心的照片，对不对？那就是因为我主持 Waves 他们的新品发表会。对，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在今年上面可能有一些比较流行的元素是什么？我们今年的话，其实有一些款式采用的是手工的刺绣。那今年比较特别，就是我们是用印度的手工刺绣。那印度它其实以前的女生，你要不要往前面一点？我怕收音不是这么好。OK， 好。其实，在印度的话，在传统上面，妇女她们都是一定要学习刺绣的这个方面的技能，所以她们其实你干嘛一直偷偷出镜，假装不在现场？对，所以我们这次就是把刺绣的东西结合在泳装上，其实是蛮特别的。而且你说手工刺绣，所以它不是单单就是机器用的，不是，它是每一件都是自己刺出来的。所以也就是说，每一件它虽然花色很像，但其实都会有不一样的，会有小小的差异。哦，这就是蛮特别。对。然后再来是我们今年的布料上面啊，会用一些像巴西的布料，那它就是亲肤性比较舒服，就是你下水的时候起来它可以快干，但是又会让你凉凉的感觉。哦，所以其实它的机能性更好。对，它的布料的东西，然后还有像我们也会用蕾丝啊，或是异材质的拼接。对，我跟你说，待会给大家看，我觉得他们家蕾丝泳装很特别，真的非常像礼服，礼服真的很像，很浪漫这样子。对，好，提醒大家记得今天收看我们直播，一定要按赞加分享，然后之后留言回答问题。好，那我们讲一下我们今天有准备什么样的礼物要送给大家。好的，对，那我就要拿出来的厉害的东西了。这一个你可以看到透明的这一个，其实可以当肩包。对，它是一个，看可以这样子，手亚克力的手拿包。对，可以这样子，然后还有附一条链。也就是说，如果你去海边玩的话，或是其实平常出门 party 也都可以。然后另外的话。它其实也可以，你把链子拆掉，它是可以拆的。拆掉之后，它就是一个手拿包，对不对？它就是一个手拿包，对，好不好看？可爱吧？对啊，平平说很想得到，对啊，还有灵珠是不是很可爱？对啊，很特别。这个有在卖吗？这个没有在卖，就是只有当礼物送给大家，就是 VIP 才有的。对，哇，你看，而且我记得这链子好像有两种，对不对？对，可以再拿另外一个。对啊，你看就可以这样子背着出门。它也是金色的边，然后是比较细的，就是不同的感觉。所以你看，它会附两条链子，一个是这一种链子，然后一个是这个，然后一个是另外一种感觉的链子，比较细、比较软的，有没有很棒？嗨，关羽，嗨，卓毅，对，记得一定要按赞加分享。然后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三个，对，那因为佑然为了我，佑然就是要针对我们现在就是有特别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特别好康，所以我们有个直播限定，也就是说在我直播结束之前，如果有先留言直播回答直播限定问题的话，就有机会先抽中一个。那另外还可以再参加一个一周的活动，你还有机会再抽中一个。哇，好好，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有准时收看直播的话，他就有机会，有可能两次机会抽到、有可能。对，所以我非常鼓励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直播，月琪也说很想要，对不对？对呀、啊，很精致耶，亚克力手拿包，而且你看上面有那个 Waves 的 logo， 的一个 logo， 金色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时尚感。
对，好，那这个是今天要送给大家礼物，好，我们先收起来。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 Sandy 呢，已经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位置，那当然我们看一下环境好了，来跟着我看一下我们这里，哎，我切换一下镜头，让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好不好？我切换一下镜头哦。好，然后好，那刚刚好我们的那个。Sandy 也可以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空间。好啊，我们这是在哪里？我们今年的旗舰店是在东区的巷子这边。那今年就是在 Zara 后面的巷子，对。然后我们今年的空间呢、啊嗯，因为我们想要在都市里面也有一种度假的感觉，嗯，所以呢，我们就是以美式以前复古饭店、度假饭店的感觉、嗯，所以它是白色的墙面为主、嗯，然后像会有一些拱门啊、圆形的设计、嗯，对，去创造一个很像你在都市里面，但是我在饭店度假。哦，然后边的话，我们就是用金属，然后打造一种奢华的氛围、嗯。而且好像今年金色是你们很重要的一个设计的元素之一，对不对？我们每一年都会用金色去。有没有看到我自己？还不好意思啊。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地板，对，不知道拍不拍照。我们这个地板啊，它是用一层一层的泼墨的上去，一个水波纹的铺法、嗯，然后也是呼应金色的这个色系、嗯。大家有没有看？大家或许会觉得光线有点暗，对不对？因为它这边的灯光是比较柔和的灯光啦，所以可能我这样拍你会觉得暗，但来进来里面挑泳装的时候，你会觉得里面氛围还蛮舒服的。然后有没有看到这个桌上？这一瓶是什么？就是我刚刚喝的香槟，某 A 的香槟。只要来这边哦，你还没有买泳装，你只是试穿，就可以先享用他们的香槟，哎，很棒哎。对，然后男朋友、男性朋友没关系，也是可以的。只要有女性朋友试穿，你们就可以喝，好不好？大家夏天热了，想要讨杯饮料，来来来来来来，想要讨杯饮料就来这样子。好，来镜头再回到我这里喽，切换切换切换。很任性哎、欸，手机很任性，调很久，对，有没有很棒？很棒，好，告诉大家是在东区。但是我们今天当然，我们不是聊这样子就结束了。其实我们 Sandy 还有安排很厉害的泳装达人要跟我们分享，对不对？好，我们先谢谢 Sandy， 谢谢是什么？好，谢谢 Sandy。好，接下来邀请到这位真的是泳装达人，因为如果你之后来这边挑泳装的话，他也会在这里服务哦。我们来欢迎的是 Irene， 欢迎。也是一个美女，对不对？好， Irene 呢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我们刚刚有说我们这次的主题有一个很重要很实用的，就是很多女生夏天想要买泳装、嗯、那泳装不是只有分比基尼跟连身而已，它其实还有很多小巧思可以帮你修饰身材，对，或是你想要凸显放大的部分，对对，也可以让大家比较注目到、嗯、对，那所以接下来跟我们分享。那同样的像我今天啊，除了我穿的是你们家的连身裤，然后还有里面是你的泳装之外，对，你今天穿的是不是也是你们家的？我今天穿的是我们家的白色罩衫，嗯，那我觉得它的设计还蛮酷的，就是它中间可以就是绑起来，或是说你也可以这样子放下来，就是有一种自然的感觉、哦、非常好搭，其实非常实穿啦，我觉得他们就是很时尚的单品、嗯、对，你不管是搭泳装或像你就搭自己的衣服，就是平常出去外面逛街的时候也可以穿，对，也是可以穿的， 对， 对，好，对，海德堡说事业做很大一定要的，对，你知道妈妈赚钱很辛苦，事业不大怎么行，真的，对，而且我跟你讲，有人说我今天一定会穿泳装，我就是穿泳装，我超性感的，没有，我不盖苏会尴尬，我没有办法被呛瞎。你看我今天穿超保守，所以下次请直接呛我穿比基尼，我就会再把它遮得好好的。对，好，那我们现在呢进入主题喽。首先，因为我们每个女生的身材不一样，那她们可能着重的重点不一样，对，所以在挑选上的话，例如说像我就是比较肉肉型的女生，嗯，我比较怀一点点。哪有你那么瘦？没有，我骨架很大，而且我最喜欢遮手臂，因为我是上臂是有肉的啊、哦，真的吗？对，所以就说对于比较肉感一点的女生的话，嗯、在泳装挑选上，嗯，你会强调什么？会想要建议些什么？我们就是先分为两种，就是一种是比较肉肉型的女生，然后另外一种是比较瘦的。嗯，对，然后再来是肉肉型的部分，我们分为两种。嗯，那两种，第一种的话是上围比较丰满的女性，我这样还可以吗？上围比较丰满女性，很丰满，非常哦，我都不敢看你了，会反光，会射光，真的好亮哦。对，然后再来就是臀部比较就是
有肉的女性，就是分为这两种。那就是再来第一种的话，就是上围比较丰满的话，我会推荐我们家这一款。不好意思，我拿一下，对哈，这一款。哎、欸，其实我跟你换位置，你就不会一直走，但是我又怕你会不会太亮，还好吗？哦、好像有点太亮，有点太亮。嗯，还可以啦，没啦，没啦。好，这样就要拿。好，对，好。然后就是这一款。这款的话，我觉得它的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侧面有没有？哎、欸，这一件是不是就天心那一天穿的那一件？对，它就是天心那天穿的，它有搭自己的衣服，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对，这件就是哇，就整个深 V， 然后这边这个就是刚刚 Cindy 说的印度手工刺绣吗？对。哦，就是这个，哇，很美耶！你看，它是一个立体的手工刺绣，每一个针线，每一针一线都是手工缝制出来的，所以每一件都会有些微不一样的地方。那你说这一件就适合丰满女生，如果你敢穿的话，对，我不敢穿，我可能没有那么丰腴哦。对，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就是喜欢比较性感路线的，然后也够丰满的话、嗯，其实这样就撑得起来，对不对？因为它就是蛮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侧面就是开高叉、嗯，而且我觉得好好看，它刺绣是连这边都有刺绣，好好看哦，嗯、很有线条。对，对啊，嗯。然后它这一件的话，它中间就是也开蛮下面的，然后就是在穿起来还蛮挺的，然后就是主要是显示出女生侧乳的部分，就是没有集中，嗯、但是它主要是显示是为性感，对对对，对对就是正自然的性感、嗯，就是正面或是侧面都有那个形状，所以我觉得蛮特别的。哦，然后它后面是这个，哎，这个就搭配也是今年很流行的流苏的感觉，对。然后粉红色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嗯，对啊，你看它性感中带点可爱，你看它连背后。背后的绑带做好好看哦，真的，对啊，真的，真的。哎，雨辰说那个达人好厉害，店员好专业，这个是我们的啦啦队吗？哎，有可能，哎，没有团吗？不是，哦，那是我妹，对，是我妹，快点大家去追踪她。对，好，那这个是你说就上围比较丰满的女生，对对对，可以建议，其实可以试试看这一种，可以试试看，真的，这一款真的是大推，好好看、嗯。天哪，这穿出去然后再戴个墨镜，不就是一个整个明星的气势吗？真的，而且我觉得她平常、嗯、如果大家敢穿的话，或是觉得她害羞，其实我们也会建议说，就是大家可以去把她，就是可能缝。缝稍微缝高、哦，就如果有些人担心它开到太低，对、就是、会害羞，就是有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其实要把这边稍微缝起来也是可以的，对啊，也是可以的，嗯，哦、就是缝起来不一样的感觉啦，就是看个人。哎，可是问题像这个样子，那、嗯、大家会担心走光问题啊，通常要怎么样注意、啊？嗯，通常的话，我们会建议客人在绑带的部分就是绑紧一点，然后如果说还是会怕的话，我们都会建议客人就是在。这个侧面的部分就是贴个双面贴，就是比较保护皮肤的部分，然后就是让它贴住，就比较不会有外露的情形。对，因为会怕说不小心这样子，可能对对对对对。比如说那个在海滩上面硬要玩老爷抓丫鬟的时候奔跑，就是要小心一点啊。对啊，其实还是可以的。嗯，对、啊。OK，、嗯、好，很美很美。好，再介绍下一件。对，再来呢？你说这个也是、这个是要介绍的，就是上围。比较丰腴的女性 也是丰腴女性，对对对，啊，我好喜欢哦，真的，这件超美，因为这个是有今年很流行的那个小袖子，对，就是可以让你的手臂有没有感觉比较纤细，对，可以稍微遮手臂、哦，我今年很喜欢遮手臂的衣服，真的，这件真的也很推，啊欸、很好看哦、嗯，而且上面的图腾，这个是像雪花吗？就是它也是比较波西米亚，嗯，对，那种感觉的图腾，嗯嗯，然后视觉上其实真的是很漂亮，很衬肤色，嗯。对，然后这一款的话，我觉得蛮推的，是因为胸部比较大的女性，她这一款是平口的，嗯、就是可以更凸显出女生的优点，所以我觉得这一款也很推。你也一直出镜了，嗯，那我们在后面一点，好好对对，这个有反光哎，拉一下，好，害羞害羞，害羞害羞，好，然后呢？嗯另外的话，我觉得她也蛮推荐的，是因为女生可能上围比较。丰满嘛，那可能比较重，那我们会推荐说，就是可以用一个肩带，可以支撑住那个女性的胸部，这样。嗯、对呀、啊，它整个样这个样子，嗯，很好看哎，好好看哦。真的，赶快来。对呀、啊。试穿。对我老公马上露出了一个爱心脸，这个是哦，要买这件的意思吗？这老婆好赞、哦。还是对于我今天的事业还算满意。对，好。也很好看、啊，好，这个是我们上围比较丰满的，而且我跟你讲，像我就是上面踝踝，所以我很重视修饰手臂，像他那一个刚刚那个小袖子，刚好可以遮住最就是最肉的这一块，对，嗯、所以还蛮好的，好，对。再来就是比较肉感的女性，如果说她的
臀部的话比较多肉的话，我会推荐这一款。为什么呢？因为呢，它的流苏我觉得是重点。嗯，就是它可以让女生的侧面有没有，就是有一种修饰的感觉，嗯、可以进而的就是把它挡住、嗯，就是若隐若现的感觉。我觉得还蛮、哦，因为老实说，就是分散注意力、嗯，因为它多了这个设计的时候，它可以让你原本这边一整片，就是可能包括我们的臀部跟我们大腿连接这一处，通常都是比较肉的嘛，对不对？对对对。它用这个稍微就是遮住了，遮住所以它就会修饰，对，对不对？然后再这样走动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会有蛮浪漫的感觉，对，就是很可爱啊，就是它会这样子一直弹一直弹，我就觉得很可爱。嗯，好，这一件蛮好看，这一件就是那个、啊、跟刚刚那件深 V 连身对对对算是同一个款，对，然后只是不同的就是搭配对。对对对对对。OK，、嗯、好，这件也很好看，很美。好，嗯、好，再来再来嘞。嗨，婉玲，提醒大家记得要按赞，还有分享我们的直播。然后今天就有机会把我们特别准备的 VIP 礼物带回家。嗯，好，好，哎，这个是再来就是啊、嗯，我们就是另外推荐，臀部比较丰满的女性，如果说你还是会很害羞的话，没关系，我们家也帮大家准备了罩衫、嗯、以及罩裙的部分。好好看哦。对，而且呢，我觉得它这件很厉害的是因为。它这个是绑的，然后侧面有没有、嗯、是一个开高叉的感觉？哦，所以就是说，就是在遮起来的时候，但是你走路的时候，对，只有就会若隐若现，一条这样子就感觉哎、欸，好细哦。那其实就是进而的修饰了你的不满意的地方。嗯，对，所以这件其实真的是也是很推。对，这个就是等于说，所以你们的是一定要买整套，还是可以上身跟下身分开？我们都是上身下身分开买，嗯、所以如果说你只喜欢这一件的话，你也可以搭配自己的泳装。嗯，对，但是我们就是后面还有优惠的部分可以再跟大家说。好、嗯、然后像除了这一件的话，我现在这一件就是连身裤的嘛，对不对？是，哎，根本就是我这一件的长版啊。对啊，它就是一个布料，对对，因为我现在穿的是短版的部分、嗯、然后这个是同样的花色跟布料，然后有一个今年很流行连身裤，真的，对，然后这个就是连身裤比较长版的部分、嗯、也蛮飘逸的啊。这个啊，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它真的是高腰、嗯、它进而的可以就是显现出你腿很长。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件非常漂亮。然后它其实有一些小心机，就是它在这边、嗯、有发现吗？这边其实是有一个洞洞，对。然后但是因为它又有被这个长长的蝴蝶结稍微遮住，所以当你里面，例如说里面搭配的可能是一个比基尼啊，那一边走路的时候可能会若隐若现，看稍微看到一点点肤色的部分、嗯，就会觉得还蛮性感，嗯、真的就是小露性感，但是不会很 over。所以有一些如果说哎想要有一点性感的感觉，但是又不好意思像又染穿到这样子的话、嗯，对，其实就可以选择像这样子来搭配。嗯嗯，好，还有嘞，嗨玉玲，对，嗨 Alice， 晚安。旭明说好美的店员。对，我跟你说，你要好好想想这是在哪里的地盘。你在夸赞人家之前，不应该要先夸赞我本人吗？就抗议生气。好，对啊。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就是介绍比较骨感的，骨感也是分为两种，一种的话是上身比较没有那么丰腴，以及下身就是可能比较没有那么肉的女生，就是我非常羡慕的那一种。你就是啊，你没有，我又不是骨感，我就是肉感，我就肉女啊，瘦嘞、欸，对啊。所以你说就是很纤细型的比较骨感的女生，我会推荐这一款。好，因为这款特色是什么？这一款的话你跑出去了、哦、来、哦、我们美美的要进来。好，对，好，这一款的话就是它的，我觉得它的袖子部分很可爱，就是因为它这、嗯、这样子的设计可以进而的就是让人家的大家的视线就是进到你这一区块、哦、然后如果说骨感的女生都会有锁骨嘛，对，那就是可以透过这样子去衬托住你的锁骨。哦，对对，锁骨其实非常美的，女生锁骨，所以这款也蛮推荐。哦，然后它搭配的这个、哦、就是我们家的罩裤，其实也是蛮漂亮，它的花色很好看。哎、嗯，对，好好看哦，嗯、对，对啊、哦，罩裤、嗯、，OK， 好，这个是推荐比较骨感女生可以特别选择的，也就是说，相较于素面的比基尼，嗯、这旁边它有加一点这种小荷叶边，对，小心机，其实可以让大家小心机，就是稍微看到你的锁骨的这区。嗯、对, 对对对对。OK， 好，再来，嗨、嗯、，Vivi， 晚安。嗯。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如果说，嗯，因为我们再来就是女性，就是，哎，这个我们刚刚不是有介绍到？对，我现在是要介绍它，就是下身的部分。好，对，就是说，如果对于自己可能下身觉得太没有肉的女性的话，我们会推荐这一款，它是中高腰的部分。那它的印花设计其实我也是蛮推荐的，因为你看后面哦，嗯，它的印花设计。
西如果说穿起来的话，就是视觉上它也会是蛮立体的，所以比较不会那么感觉看起来没有肉。哦，嗯，因为例如说，如果你挑的是比较线条型的，尤其直线条，它可能看起来已经没有肉了，嗯，但是看起来又没有膨胀感，嗯。但因为像这个是比较大块大块的这些图腾，嗯，所以看起来会比较有圆弧形立体的感觉，就是，比较立体了。对，所以这一款其实也很推哦。嗯，对自己没有信心的女性可以来试穿看看。嗯，对啊 ，Ellie 说这款好特别，特别到不要不要的，是不是很好看？嗯，而且我们刚才讲说这个还可以修饰手臂，哎。对，因为我们就说他们家就位置的泳装很特别，是他们是结合了礼服的设计，所以你很少在外面看到泳装它还会有搭这个手袖，对不 对？好，那，嗯，再来，哎，说到手袖这一款，我也觉得好好看哦，他们现在拿了一款我好喜欢的。好，再来就是我要来帮大家分，就是皮肤比较白或是皮肤比较健康的女性适合什么样的泳装呢？对，你看这一件，嗯，它的蕾丝好美哦，它真的，它是一个粉肤色，对不 对？然后搭配蕾丝，然后有搭配，我就说很能够修饰手臂的这个手袖，对，真的。然后这件是连身的，好，你说这个适合什么样的肤色呢？适合白皙，就是皮肤比较白皙的女性。嗯，对，因为就是它穿起来整体就会看起来比较浪漫，嗯，所以其实这一款非常的推荐。对，它，嗯，好优雅，好浪漫，好像公主的感觉哦。嗯，你不觉得连怎么能够泳装都有公主的感觉？因为我们的设计师啊，他其实他本来是在做晚宴服的设计，嗯，那他后来把他的这个概念套用在我们家的泳装上面。所以就是我们家的泳装蛮特别的地方，就是非常的有时尚感。对，所以你看啊，如果这一件你原本穿着，然后晚上要去跑趴的时候，你下面再搭一个罩裙，对，就非常适合。然后就对呀，啊，你不是上面就已经有一点像是礼服的感觉了，真的，所以很好看哦，美不美，喜不喜欢？是不是很像礼服的感觉？而且它材质非常好，它蕾丝非常细，哎，而且它的蕾丝是有立体的，对啊，做工好精致哦。真的很像礼服哎，嗯，对，好，谢谢，再来，嗨，哎，我看到我的同事了，亲爱的，对，哎，亲爱的，这礼服非常适合礼服式的洋装，根本就是完全是为你设计的。来，再来是介绍肤色比较健康的女性适合这两种颜色，嗯，一种是大地色，那另外一款的话是我们今年非常流行的丹宁色哦，嗯，可以看一下。为什么要挑这种颜色啊？因为挑这种颜色其实穿起来啊，会让人家觉得嗯，好欧美哦，好好看哦，嗯，真的。而且这一款这两件其实我也是蛮推荐，可能上围比较没有那么丰腴的女性可以去搭这一件，因为它这两件都是还蛮包的，所以就是可以让你的胸部比较集中一点哦，所以可以让就是我们的胸型更美。对，哦，嗯，对呀，啊，你看这个是丹宁布，但是它也是加了一些蕾丝，对不对？所以它这件跟我觉得跟刚刚我们那件粉色好好看的有点像，是不是同，对不对？他们是不是同一系列啊？它的材质其实还蛮像的，就是一个是丹宁色，一个是比较粉肤浪漫型的颜色。嗯，对啊，真的很好看哎。对啊，好，你说这个是健康肤色的女生很适合穿的，对不对？例如说可能像丹丹都喜欢晒的，就是比较是古铜肌的话，我古铜色再配搭地色，这样子看起来不会脏不会吗？大家可以来看我们家的 BM，嗯，我们家的 model 就是比较健康肤色，她穿这一套，嗯，超好看，然后搭配金色的身体链或是腰链，有没有，嗯，超好看。好，你好像也有准备一些穿搭图片，待会可以跟我们分享。嗯，对，好，所以这个是肤色比较深的女生的话，可能可以选择的。还有嘞，还有准备什么要特别跟我们介绍的？对。我觉得那个白色系的也很好看啊，来，随便拿，我觉得后面旁边那一件白色的也很好看，然后那一件我觉得这件罩衫好好看哦，对，亲爱的帮忙拿一下。我觉得他们家，因为就像我们一开始就说的哦，他在东区这边的旗舰店，只要一进来试穿泳装，你不用买，只要先试穿，你就可以先喝某 A 的香槟。那另外的话，很多其实包括买鞋子也是，我觉得泳装你一定要试，因为你试了之后才会知道你的型好不好看，是不是真能够修饰。所以尽量来里面试穿。我觉得你不觉得这件？你看这是他们的连身泳装嘛，也是中间非常非常性感，然后搭配上面，我觉得关键这件好好看，我想单买这一件。后面这件罩衫也太好看了吧！我好喜欢它配这个白色蕾丝的部分，是不是很美？这样超美的！哎，这件外套也太好看了吧！等一下马上问价钱。对，好，雅君晚安，嗨，君晚安，对，很夏天啊。
记得那个按赞分享我们的直播，然后待会留言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把非常棒的礼物带回家哦。Candy， 对啊 ，Candy 马上说买买买，好看哦。好，然后还有，我觉得夏天啊，白色系真的、真的白色系真的是很适合大家去选，比较不会 NG 的款式。然后就是再来就是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一款，这款花卉的，它的特别的地方是它后面。是燕尾裙摆，就是大家很想看你，真的不好意思，就是燕尾裙摆。然后它特点就是因为我们设计师他有设计，他之前是设计晚宴服的，所以这个一边走的时候它会一边飘，对，这样好像有一个对呀、小小的裙摆，有风来的时候就超可爱的，对啊，对，好，我觉得白色系白色真的也是非常经典的，对啊，也很好看。然后这款的话，它是之前去年。曾之乔帮我们代言哦，对，乔乔那时候穿的就是这个。然后这一款我觉得特别的地方是它的这个地方锁骨的地、不是锁骨，那个绕颈部的这个设计、因为它穿这件的话其实还蛮显锁骨的，对，所以这应该很适合就是比较纤细的女生，骨感女生，因为这一块锁骨会非常的漂亮。我自己也有偷戴这一件、真的吗？真的穿不行，现在不行，我不敢站在你旁边，不敢穿了，就是叫别人穿。这一款是我去年去长滩岛穿的，而且我那时候就是很懒的一个人，我想要就是去街上逛街，但是我又懒得换，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去外面买了一件就是这种颜色紫粉色的罩裙。然后我就直接穿着罩裙，然后穿着这样子，对，就直接去逛街了，根本不需要再另外去穿衣服、换衣服。对，所以也是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跟大家讲说，我们买了泳装之后，如果只有在泳池或只有在海边游泳的时候穿，太可惜了。对，我们可以怎样子让它，例如说我们可能去冲绳啊，对，大家其实在那边很自在嘛，你就穿这样，然后再搭配一个什么东西，你就可以在路上去逛街了，对不对？或是在对出国去玩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来穿搭呢？我们要怎么来样子来穿搭？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你好像有准备照片要给我看，对不对？好，嗨，陈红，对，嗨，婉静，对，好。佩佩说亚军这套你可以，我很想看你们穿哦。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家今年2018年年度的，就是泳装搭配，时装去穿。好，它是怎样搭？它这个就是搭配白色的宽裤，就是搭配丹宁，我觉得就是有不一样的感觉。这件就是我刚刚说我非常喜欢的蕾丝那一件，对，粉红蕾丝那一件，对不对？真的。所以你看，它直接搭宽裤。直接就真的就像是平常我们穿出去外面很时尚的衣服，很都会感的感觉，好适合度假风哦，好好看。单来，立来，好好看哦，这一件这样子配很好看。对啊、还有嘞，还有怎样搭配？再来是这一件的搭配，这一件又是怎样搭？这件它是搭配一件黑色点点的罩裙，对，然后就是其实你平常啊，就是可能从海边上来，或是你游完泳，但是你又觉得有点害羞，你就可能可以搭配一件罩裙这样子，走在可能大街上面啊，或是说去买点东西而已，然后就直接可以套上去，其实都蛮适合的。好，再来呢？再来的话是这一套，这一套我觉得蛮厉害的。哎，它这一件有点小反光，我来，然后来，好，它这一件的话搭配的方式是跟这一件。它里面内搭是穿这一件，对，对不对？对，然后它外面是白色的连身裤，长的连身裤。这是你们家的吗？不是我们家的，但是我们就特别穿搭。对，我们就是跟大家说，其实我们家的泳装不只是玩水的时候可以穿，其实平常你出去逛街啊，或是说买东西，或是说参加任何的 party 活动，都可以这样子穿搭。对，好，还有呢？然后再来的话是这个，哎，不好意思，直接。对，再来就是这个穿搭，这个穿搭我觉得蛮特别的，是它比较前卫，都会，的感觉。对，然后它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的上身的设计就是已经颜色的部分已经很跳了，所以说我们下面就是可以搭一件就是可能比较素一点的黑色啊，或是白色，其实都可以。然后我觉得最近蛮流行的就是这个部位，就是挖腰，就是、腰挖腰，对，就是要秀一点那么挖腰的感觉。我有看到你们今天好多设计都有挖腰，你拿一件挖腰来好不好？好，可以拿那一件我现在穿的那一件，让大家想象一下。对，好，这两件。我现在里面内搭其实就是他们这一件泳装，对，它就是侧边是这样挖腰的。对，然后这件也是，哇，你看这，我觉得挖腰也很好看，真的。可是这适合骨感女生吧？像我这种肉肉女生会不会
那个腰内肉就满足。其实真的不一定，因为每个人身形都不一样，所以就是想要跟大家说，真的要来试穿试试看。而且其实不要害羞，因为反正来这边试，然后如果你觉得不 OK， 顶多就换掉而已。但是搞不好你试了之后才发现你有可以新开发的。像例如说，我就是因为丹丹跟我说我适合露上面这一块，所以我后来我就很喜欢穿那种就是平肩的，有没有？对呀、啊，嗯，哦，好。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就是有点挖腰的设计，然后搭配看是短裙啊，或者是长裤也都可以。嗯，还有嘞，我们好像就是准备了四张，好，主要就大家。那还有，其实你们这边，那我们就要问啦、啊。那除了像我们就是搭配一些裤装啊、裙装、罩衫之外，如果我们今天就是要参加 party 一些盛宴，我们总是还需要有其他配件的搭配。嗯，你们觉得有什么是必备的单品？我们家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就是可能去参加活动啊、可能就是帮大家准备了一些饰品，所以我们家，所以你们家连饰品都有？我们家也有卖饰品，就是完全你进来这家店就希望把你想买东西全部都包办就对了。对啊，这边来，好，身体链、颈链以及耳环的部分让大家看一下，看得到吗？这个金色哦，这种其实就是穿比较深 V 的吗？深 V 的时候让它垂下来，还是穿比基尼的时候？深 V， 其实你现在这一套也可以，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这一套是深 V 没错，也不算深 V， 但是就是比较性感一点。对啊，哦，或是那我就可以这一套刚刚跟大家介绍的。哦，对，然后这个就可以让它这样整个这样垂到这边，搭配金链，超好看的。对耶，好亮哦。对，好，然后也有耳环的部分。你们家真的很爱金色哎。对啊，耳环也是比较金色闪亮亮的部分。对啊，所以有啊，像那个我的好朋友造型师，他就是很夸张，他出去玩也是啊，游泳的时候到底为什么要带这么浮夸的东西呢？可是他就会，对，就是出去玩就是要好好的打扮自己啊。真的，而且其实你看，原本只是游泳，你可能不需要到饰品，可是当你晚上去跑或是去逛街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用了。像这一些，你就可以当很浮夸的人。没有没有，时尚时尚就很时尚。对，还有吗？还有推荐的吗？还有，我们也有这种，就是直接套上去的颈链，也是非常的好看哦。哦，就是这样子，直接就是卡在脖子上就了。其实你现在就可以戴上去，可以吗？很适合。会不会把它拉坏掉啊？我帮你料，怎么用？对，好，你看蓝色，跟你身上的罩衫其实真的蛮搭的。真的耶，很可爱，对，好特别哦。对啊，它其实这个蓝色我觉得蛮适合，就是大地色的泳装也是很搭，就蛮有造型感的，这比较特别，我很少看到像这样子的设计。对啊，对，好，所以我们分享的差不多了，对不对？我们帮大家再简单重点整理一下，我们刚刚有讲了不同身形的女生跟不同分肤色的女生适合什么样子。首先比较肉肉的女生，对，我们可以选择例如说深 V 的，对，或是就比基尼，对，对不对？比基尼是最基本的，然后可能平口的也可以，其实只要你丰满的话，其实上面撑起来都蛮好看的。对对对。可是如果你肉肉，然后你担心你的臀部看起来可能比较大的话，对，那我们就可以找什么样子的罩衫跟罩裤，罩衫跟罩裤可以遮着，又或者是像这种旁边侧边有一些小心机帮你去修饰，然后晃来晃去的时候，大家也不会觉得说，你这一块臀部啊跟那个大腿连接处很宽很宽这样子。对，好，那还有呢，如果我们今天是比较骨感的女生，要怎么样子才让自己凸显比较性感呢？其实就可以像这种也蛮适合的，对，就是可以集中，有达到集中的效果，然后再来就是上面脖子的交叉线条，绕颈跟交叉肌本来就比较容易让我们的胸型比较集中，对。然后另外的话，其实还有就可以强调锁骨，对不对？对，就是这一款交叉的话，大家的目光就会集中在这一块。对，刚刚还有一块一个可以强调锁骨的那一件，锁骨的那一套。对啊，就是有个小荷叶边在哪里啊？一个。是它吗？有一个在这边有那个小荷叶，白色的，是不是？白色的。对对对对对，我们帮大家重点整理。林珠喜欢这一件吗？其实我跟你说，就是看人，像我个人会喜欢比较多花样跟立体，但是如果你喜欢素的话，我觉得就是要找一个设计比较有型的。对，好，这一套的话就是
刚我们有讲到说这个小荷叶边的话可以让大家视线集中在这两块，所以就会看到特别去看到你很美的锁骨。对，那这个是比较纤细的女生的话可以挑选，而且你看这样晃动的时候风一吹，对呀、啊、就会觉得特别迷人性感，对呀、啊、有飘逸感。好，然后再来的话还有呢，我们刚才有讲到什么样身形的女生，有讲到皮肤比较白的女性、比较白的女生的话适合，而且如果你又喜欢甜美型的话可以选择这一种蕾丝的啊，而且、对呀、啊、就是这蕾丝好看，很浪漫，然后还有那个蕾丝手袖我超爱的那一件，来跟大家，对，就是当公主啊，你不觉得这个就是公主、这件超好看的，这件真的很像礼服，你看有公主的手袖，对，然后再搭上一个，我就搭上一个白色的裙子可以，就是那种不是那种罩裙，就白色的罩裙，好好看哦。对啊，其实啊，我们家就是可以任意的搭配，就是看你喜欢怎么样做搭配都可以。嗯，然后就是像比如说，如果你觉得这样子很适合你的话，菊灰、菜花，我觉得适合就是很白色、很干净的白，因为它的蕾丝太美了。菊灰，菊灰，突然台语都出来了。对，好，是不是很美？有没有好看？对啊。很美，对不对？对，林珠也说很美，我也超喜欢这一件的，我觉得这件好好看哦。而且这一件真的，你其实搭就是搭一个裙子啊，对对啊，或是搭一个宽裤，我觉得白色的宽裤之类的，应该也都还蛮好看的吧、我觉得好浪漫，好喜欢这件真的很有礼服感，真的。对，因为他们有强调说 ，Wait 他们有一个很特别，就是他们设计师原本是设计礼服的，所以他们会把一些泳装融进礼服的元素，就希望大家不是单单只是穿去游泳，也可以穿去参加一些时尚的派对，对对，或者是我们直接就是走在路上很悠哉的展现自信美都可以。所有女生不要担心你的身材不好，因为你一定有身材很值得让大家瞧一瞧的地方。对，所以一定都可以挑到适合自己的泳装。那大家不用客气，是可以来多试，对不 对？好，那我们再讲一下哦。因为你们其实旗舰店好像是最近才重新刚好搬家，对不 对？那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样优惠活动啊？我们现在就是针对大家，就是如果说到我们店上购买一套2018年系列的新品的话，那我们就是有赠送海滩巾的部分，这个地方。哇，天哪！你可以打开来看看，好夏天哦。就是你可以搭配自己的泳装，然后可能去海边拍照，这好像有点像泳池，还是那个海浪的那个，就是泳池的大海的颜色，对，嗯。它上面还有你们家的 logo， 这样，对，这个是 logo， 海滩巾，哦，还蛮好看的。这有在卖吗？这个没有在卖哦，就完全就只有就是只有送完就没有了。买新品的话就会送一个，對對對，就是不用满额，就是只要买新品都可以。对对对对对。那例如说我只买一个罩衫什么之类也可以吗？罩衫可能还是都可以，是不是？可以哦，可以。好，反正现在就是大放送。那有期限吗？我们期限到5月底而已哦，所以大家赶快来，刚好就是要趁着夏天暑假要出去玩的时候，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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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对？就可以买。对啊，对啊，林叔说好像在水里，星云说好漂亮，真的，空伟也说好看。对，好，那再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礼物哦，因为有些人刚刚才进来，就是我们今天只要有收看我们的直播，然后而且呢有按赞到悠然，在悠然粉丝团按赞嘛，那另外有在位的粉丝团按赞，另外把我们直播分享出去，还有回答问题，你就有机会把这个带回家。这个你看，就是为他们限定的，原本只送 VIP 的一个礼物。很好看，透明的一个亚克力的一个包，对呀、啊，它可以斜背，而且斜背它其实还分了两种的那个不同的金色的链子，对，可以让你替换之外，那当然如果你要当手拿包也可以，就把链子拆掉之后，那它就可以当成一个手拿包了，对呀、啊，是不是很好看？对不对？还蛮特别的吧，好，那这个要送给大家哦，只送不卖哦。那我们现在呢，当然我来看一下时间，我们就要留言回答问题了，对不对？来，我们来看看，好，现在大概是50分左右，因为非常就是悠然呢，每次都有说希望直播的时候大家都在，为什么？因为这样才有人跟我互动啊，而且你们想问问题的时候也很好，因为这样子的话达人就可以马上来帮你们来讲解。那准时收看直播的人一定要有更好的好康，所以你就会有两次抽奖机会。首先呢，我们现在要有，刚刚突然断讯吓我一跳，好，不知道，好，直播限定的题目呢，就是刚刚呢，我们有说，Wait他们这个品牌有一个很特别的，他们家
的泳装都融合什么样子的设计，所以让你除了可以当泳装之外，也可以更有时尚感去跑趴。两个字很简单，他们家设计师原本是设计什么，所以他们的泳装融入了什么设计，好不好？这个是我们直播限定问题，一直到我直播结束，也大概是九点之前。九点之前有留言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好，你就有机会可以抽中一个手拿包哦。好，那另外一个呢，我们来一周活动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介绍了这么多套泳装，你最喜欢哪一款？你去形容一下它的花色、它的剪裁，你说你最喜欢哪一款，好不好？告诉我们大家，刚好也让魏斯他们可以知道说，原来就是我们的粉丝比较喜欢什么样子的款式哦。好，就是这两个题目哦。好，一个是直播限定问题，那就是为他们的泳装融入一个什么样特殊的设计，所以让你可以更添时尚感。那另外一个是一周活动问题，可以留言到礼拜天。那我们一样有两个手拿包要抽出送给大家。那个题目呢，就是我们今天介绍了这么多款式，包括有泳装啊，有比基尼的，也有连身的，然后都有一些小巧思、小心机。另外有很美的罩衫，甚至有我们这种连身裤。对，你最喜欢哪一款？对，你自己如果说真的要买的话，你自己最喜欢哪一款？好不好？那我们留言回答哦。好，那今天直播就这样子咯，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就有机会把礼物带回家，好不好？那下次记得也要准时来收看我们直播哦。好，先这个样子，大家拜拜。